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Kilo 的派。那么我们回到来 Clash of Clans 部落冲突，当当当当！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套后 Level 7的时候了，我们已经到了大本营七，大本营 Level 7的时候，非常高兴，非常高兴。然后战争刚刚结束，竟然是平局，他妈的怎么鬼回事？刚刚结束战争，竟然是平局啊！好了，我们的大本营 Level 7已经七级了，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。真的非常高兴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建了几座这个小小个的加农炮，还有几个小小个的这些东西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种的建的那个是暗黑重油钻井，就是我们的那个 dry dew， 是 dry dew 吗？哦，它英文叫什么？总就是挖黑油的那个东西就是了。然后这些兵营也可以建的，老实说，可是我先讲建的是两个钻井，还有我们的那个储存黑油的罐 ，OK 那么还有的就是，当然是兵营，兵营是比较重要，因为兵营的话要战斗的话比较重要嘛 ，OK。OK， 那么这样子的话，再建了一个训练营，基本上就已经满了。基本上我们的 worker 就已经忙得不可开销了，还有好多东西没有建，还有包括我们的 wall， 可是现在不能建 wall。 上了套后使用之后可以建50个 wall， 不像之前你上你的套后上一 level 只可以建25个，这次你可以建你这次可以建50个了，所以应该这代表的意思就是说，《Tower Seven》会有更加多的东西需要你去设计，需要你去建设的关系吧 ？OK。那么，再来我们来 upgrade 升级。我有点担心我的钱会流失的太快，可是要不要呢？要不要再去升下去啊？我有点担心我的钱会流失太快。我之后还有很多很多东西都要建啊。包括我们的防空火箭，还有这个 Hidden Tesla， 非常喜欢的 Hidden Tesla， 巨型炸弹，我们可以建到一个巨型炸弹了。所以建在哪里好呢？还有隐形炸弹两粒。什么收空地雷，这是鸟儿还是飞机，不管是什么都没有区别了，反正收空会地雷会把它炸飞，这类陷阱会对单个空中部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啊，太强大了这个。所以这个应该是很强的一个陷阱，一个搜索地雷很强的一个空中的陷阱吧应该。那么我们现在要建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防空火箭 Air Defense， 建 Air Defense， 然后要等5个小时。好，那么现在可以建的已经建完了，所以我们要去打人了。可以建的都已经建完了，我的钱也用好多了。我们来打这个联机游戏。这个感觉上，如果直接用专业闯进去，不知道能不能呢？直接用专业闯进去。加油吧，加油吧！根本不需要用到这么多 Warbreaker 啊，可是没有关系的。哎 ，Hello， 你们打墙壁出去可以吗？可以打墙壁出去吗，老大们？
打墙壁出去会死是吗？我的哦，还被弹飞哦，我的还被弹飞了。加油加油加油 ，Dragon， 别让我失望啊 ，Dragon。好了，我们赢定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要放完我的东西哦，还被弹掉哦，我的 Dragon 啊，好可怜啊，我的 Dragon， Oh my god！ 打快点啊老大，我不想放我的 Wither 下去了，也不想放我的 CC Troop 下去了，所以反正也赢了啦，别计较这么多，等一等就是了，别计较这么多。哎，这上面右边这两只阿，右边这几只阿彻，你们是神经病吗？你们在打墙壁干嘛？可以走前去吗？你们打墙壁搞啊？真的是这世界的人全部都是有问题的。就像我朋友所说的，应该要有一个 spell 是有 smart spell， 让我们的 troops 可以聪明一点。smart spell 让我们的 troops 可以聪明一点，就真的是天下太平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稍后再回来更多的 Clash of Clans， 下一次回来应该会有更加多的惊喜。OK。OK， 我们回来Clash of Clans， 部落冲突。然后我们的村庄被袭击了，加了14个奖杯，很好，很棒。OK， 那么其实已经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没有拍 Clash of Clans 的 video。那么，我们现在已经到 Town Hall 7。然后在套号学问之后，Mota 已经到 level 3， 加农炮 level 7 level 8， 然后基本上我已经建好了这个暗黑重油罐，还有这个暗黑重油钻井。 OK， 基本上刚升上套号7刚升上套号7，基本上要有的东西都应该已经有了，所以呢，那么现在老实说，该有的东西都已经有了，可是还是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的训练营，暗黑训练营 Dark Elixir 的 Barrett， 还有这个野蛮人之王。Barbarian King， 这两个都是非常麻烦的东西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那75万我到我的 Elixir 到75万的时候，我就要买了。然后野蛮人之王也希望快点存到，我现在才1600个的 Elixir， 所以希望慢慢来，可以快点 upgrade 到那个东西到那样吧。OK， 然后我的 War 全部都已经买完下来，可是以目前来看的话，还是不能先摆了。我想要把我的建筑物都 upgrade 完之后才去摆，因为老实说 Town Hall 7我还懒得摆，还不知道要怎么摆。我看我的，其实老实说黑油不能够放太外面，可是我就是放很外面，怎么办？不管。哦，坑我。OK， 哦哦哦哦，我一拿了天国里面的 loot， 我就有钱了，很棒很棒。那么我们就可以买了，我们就可以建那个了。哪里？OK， 这个暗黑训练营，哦，终于啊，我的妈呀，终于可以建了。要等3天的时间，所以我们来慢慢等吧。然后有70万，我们也顺便 upgrade 我们的加农炮。OK， 暂时先这样。好了，那么各位，还有这个巨型炸弹，
OK， 那么各位，我们稍后再回来 Clash of Clans， 大家再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rol the Pen。那么我们回到来 Clash of Clans。那么据上一段，我已经有好段时间没有拍 Clash of Clans 的 video， 因为老实说，你在看这个 video 的时候，你会马上从上一段接到下一段来，就是从上一秒接到下一秒来。可是在这期间，我是隔了大概有两三个礼拜没有拍 Clash of Clans 的 video 了，因为我有在玩，我有在 upgrade 东西，我有在打 Clan War， 只不过呢，是因为我的拍摄的电脑的拍摄系统有些小问题，所以就没有办法一直在拍下去了。所以现在终于给我修理好了，那么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。现在建这的东西，我们的 Hidden Tesla 已经两周的建好了，是一个非常浩瀚的工程，我们已经搞定了。当然，现在我现在已经有了 Dark Barrack， 有了暗黑训练营，可以训练的东西就只，可是现在目前可以训练的东西就只有我们的 Minions， 就 Minions 罢了。而且之外呢，我们的重游钻井也只是 Level 2，我们的黑油的数量真的是有点少，以这样的速度下去的话，很难才可以到达一万，所以我们到现在已经 up。我们也套后7万已经几个礼拜了，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办法买到我们的那个 Barbarian King， 是非常非常遗憾，非常令人难过，非常令人难过的一件事情啊！啊，好想哭，好想哭啊！那么现在各位，我现在的部落是小二部落，一个叫做小二部落，是我朋友开的一个 clan， 然后大家可以的话就来帮忙吧 ，OK？ 不限人的，然后。请各位如果进到来在 clan 当中的时候，不要再退出了，因为我之前上一个 clan 有我的 subscriber 进到我的 clan 里面去，结果在 clan 当中就直接退出了，这让我的 leader 非常生气，我不想这种事情再发生了，所以希望进来的人都是有脑袋的人了。 OK， 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，我们的balloon 一大堆，我们去打。因为我们的 shell 还有10个小时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去打很久没有打的单人模式，真的好久没有打单人模式了。而且感觉上根本都不需要用到这么多balloon。我不管。嘿嘿嘿，你以为区区这两个 Hidden Tesla 可以挡得了我吗？你错了，你是永远挡不了我的，你错了。够力，好像有点棘手了。Oh my god, no, 好，有点小棘手的感觉，怎么办？加油啊，贝伦们！我不知道 hold 得住啊，可是，加油吧，贝伦们，加油吧！我本来以为很轻松的打得掉，可是原来有点小困难。哎呀，赢定了啦！哦耶！我放太多东西下去了，哎，不过也没有关系了。Victory， 耶！堪称完美。可是浪费太多军力了。其实应该，老实说，如果我注意一点的话，应该不需要那么吃亏的。
那么现在我们老实说，我们现在上自从上了套号协问之后，我还没有好好的排我的 clan 的 base， 所以现在有时间的话，我要好好的来排我的 clan 的 base。可是现在因为时间上有点紧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拖到下一集吧。OK， 不是下一集，就等到我时间比较充沛的时候，我才来排我的 base。那么会在这一集里面完成的。那么各位，我们稍后再回来看更多的 Clash of Clans。我们稍后再回来更多的 Clash of Clans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稍后再回来。OK， 我们回到了 Clash of Clans。好了，回到了 Clash of Clans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在赶在这一集之前呢，赶在这一集之前处理好我们刚升上大本营七级的一些手续，就是我要把这些城墙呢都 upgrade 到 level four 之后。要再 upgrade 的话要等一段时间了，因为 level 4要 up to level 6， level 5要 up to level 6， 毕竟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，而且这里50个城墙那么多，有点麻烦，实在是有点麻烦了。老是做城墙到了 level 6之后变小力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城墙到了 level 6之后会变小力了？天哪，之前都是大大力了，一到 level 6就变小力了，太可爱。那么，现在我们要干嘛？现在我忘了我们要干嘛。哎，我们要干嘛了？啊，对对对，我刚刚说罢了，我就忘记了。干，真的是，我真的老了，天！那么我们要的是，我们要处理一下我们的阵型了，我们的造型。好了，从零做起。移除掉这棵树吧，会拿到什么呢？两秒，一秒。OK， 三个经验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先暂时，因为我要放置我的建筑物的时候，我要毕竟要想了，我要想要怎么摆，所以可能会有点拖时间，所以我们现在就速度加快，快转，镜头快转。
啊，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终于完成了，终于完成了，终于可以保存了。啊，我的天哪，好累，太累了。我已经，如果我加快速度的话，我也不知道可以加快多少。可是我真正来讲，我已经用了大概几乎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，20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这个 base， 真的是我快死了。这整个 base 都是我参考网上，还有全部都是几乎都是自己想出来的了，只有少部分是参考网上的。OK， 我只有少部分是上网去找，可是希望打得过，希望可以顶得到吧，希望不要什么鬼都没有用，不然的话我会哭的。噔噔噔噔，我们的新 base 终于，我们终于上了七本之后 ，up town hall level， town hall seven 之后，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比较像样的 base， 太棒了，比较像样的 base。因为之前我都没有很认真的去处理，我之前都把墙壁全部排在一边，懒惰去整理，现在终于有时间去整理，然后。不错，太不错了。希望是有效的吧 ？OK。好了，那么各位，我们下次再继续更多的 Clash of Clans 部落冲突。今天也时间也差不多到现在了，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了。那么我们各位下次再继续吧，再见，拜拜。